要吃蟹啊啦，下底自己啦，好啊，来。我要千五块，大要吃一千块，来三个要多。今天啊，你大吃哦。我一只只啊，五十行情啊，很合理啦。来啦，两只你啦，来啦，三只你啦，来啦，你三个要买啦，一只几号你啦，大只我伊。你今日免看看，免一千啊，二百。还七八块了，八六块三个人给你，来五百块旁边，五百五百，这里有几块？这两块啊，来我爱五百，最后一个人给你，三块拢给我剩下少的，一千五，不好意思哈。真的啦，这我爱我，其他你哪爱一点都不。那个今天是正常的叫卖时间，所以今天不用公布，只有没直播的时间我才会公布。好了，还剩下几个？那个海龙王他没办法直播，我有公布，但是老实说，我有点不想要。晚上让大家看那一张图，我不喜欢让大家太常看那个。今天我休息，阿弥陀佛那一张图。那个太常弄的话，大家会反感哦。来，你吃阿爸碗的来两百块。不用，有吃过我们家鸭肉粉的举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金价赞嘞，赞，几分？两分都不要紧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买一百两，卡侪人买，卡侪人买。你若要吃卡侪，你买两百不要紧，你唔捌吃过，一百块还得。虾子有吗？可是你买一百，你吃了哈，你会不够。因为金价好价，来求起来，阿爸碗，阿爸碗，一百块。真的好吃啊！不晓得，听好嘞，我是即摆发一百，我不来讲数量的，我来数量来讲来，佫愈侪人买。一斤阿爸丸，头二八六七八块，看排骨啦。这一斤头八七啦，我是中碳啊，多好食哦。这一包五斤就八啊五啊，我一包给恁五个都，一个多食一斤，吃两包，一包两阿爸丸两份哦。先借下来啊！咱阿爸话不要笑的啊！来七八块嘞，十五个，这三包不要喝拢我，一个多吃一斤当足足。来阿三百一头好啊来，来阿三要吃白虾几起来啊？买三百一头。对啊，今天正常班啊，但是他们有卖啊。啊，因为我没在上班啊，所以我就下来啊。这样赌油安得死。好嘞，十点就靠呀。好乖，好啦，你得记得来，好好。来，要吃红烧牛腩，对吧？对。这个还有吗，峰哥？没有了，没有。来。这个鸭肉丸有分价格的，娃娃你这么厉害哦，我封你为鸭肉女王好了，以后娃娃就叫鸭肉女王，还是鸭肉公主？我两个。你到何文，我没喝完，你靠堂妹，本来我听堂妹老爷了，没三百啊，红烧牛腩就四个客人买200块的。冷拌后来就喝起来了，牛奶200倍了吗？红烧牛奶，我买到了呀，好了我就送。喜欢吃这红烧牛奶，一人一包八块，来七八两。买一包七只红烧牛奶，七八块。牛奶的是牛吧？哦。加了配白饭。你有动作牛奶，真正是牛奶哦。一百块要吃什么牛啊？五百，看你包完，看你用清蒸。再包呀，他喜欢分两次买啊，他不喜欢一次买200，他喜欢100的买两次。他那有能中消费的，能买的消费的机会。不一样，来牛腩100块都买到了没有？一百块。你直接冲上来啊！这红烧牛腩好东西耶，对啊哈，来接下来。我万板价可以，跟爹爹们对啊，你哥好像吓我一跳，好像回家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回来，你晚上还钱，你给他钱啦。我徛足久啊嘞，我你给他钱，跟他管你。啊，免看啊，一模一样的啦，跟这里的虾子是一模一样的，来我爸过来。都偏啊，我这海边遐吃过，大家拢在那边吃啊，安尼较紧。我没有玩健身环哦，我没有玩健身环，我直接去健身房。来，还给一下我爸。我是直接去健身房，
加杠铃鸭肉，海北的500块，台湾的嘟嘟串啊，来最爱吃的海北的2500。来买来买，买了没有？买了没有？这头前的虾啊，先多你家己看，不水的。来我一下，终于轮到你了。你要买散的也有啊，等一下叫我买。来那个鸵鸟肉爱吹吹。来，我要串啦，第一下要串哦，我还要几起来哦。来，我爱500块，菜啦，其实我爱做还是。哪里啊？有啊。来，先蹲哦。我今天我做这种的。先蹲比较多，最后练到屁股是6层，练到腿是4层。我觉得腿推比较痛苦。你看，你像安尼，我卖四块500，伊就要想着过去啊，心情就要歹啊。你常常记过去，凶啊，未来一天的光明，常常想过去。我只要过去爱引导，啊，即马不引导，哎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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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用冰的，来，两个人的了，要给蛋钱哦，两个人的，我看好，这几位人才，我唔知，两号啊，两号啊，拿两份给他，1500得。来一千，我今天三顿拢吃光啊！爱吃哦，不客气。啊，你今晚忙没的啊？今晚吃啊，你等等。大哥，你可等来啦？不我，哦哦哦，大哥要要，不好意思。鸭肉丸跟凤凰差不多。好啊，你觉得鸭肉丸好吃吗？拜拜。你觉得鸭肉丸好吃吗？来，这个放上面，因为没有了。这东西都去哪里了？在车上。在车上了，我你懂的话，给你回来。台北，台北你也是台北南区，杀下来。南区，没有，刚好在新北市那边。新城啊，新北市那边的。林口，对，差不多。新店，这边所有在我拢捌转过。树南，树南，南坎那边啊。南卡边啊，一零一的附近。无啊。你又没空。南卡呀，来，这五个人囝，辛苦你了啦哈。一两三四，姜母鸭必点，加在姜母鸭里面超好吃肉段。两公斤哦，我买袂一包，一包二阿婆，两包最后袂来三包呢。来三份的找一百。大叔鸡超好吃，来大哥回来那个啊。来一份的。前面大哥要，前面。没有了。哎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有啦。前面大哥要，没有了。没有啦。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是说真的啦，那个，所以你们动作如果太慢的话，就没有。我有跟东皇他们买，跟摔成武他们买生食鸡干贝，我有买他们的生食鸡干贝，很好吃。你都唔知我有买安的，因为吼，因是上紧的，我也先。然后，来鸵鸟肉来，塞子牛，这塞子虾青哦，好便宜。我有买他的菜是牛，你阿袂虾啊，你吃袂完不要紧。哦，我回去比价。我袂算哦，你等一下看卖，真的很便宜，一人一份，不用300了。哦，来200块，海北虾来这两杯酒200块。海白虾200啊。海白虾。海北虾200块来，一半卖人，一半五个人给，全部4个客人吃，统统给你们来200块，200块，野生白虾的话，两杯价两啊。来，就这两位哈，这边几分两分，几分多？三个来500的，啊，我买一点，请加多点，不然不然，不然不然，一公斤五万，我赔。来三个，来冷巴肉呢？来，最后这边请4个客人，通通给你们，最后一位。啊，不要大哥不要不要，不要大哥别别笑了。来四个，等我一下。我不喜欢那个咬下去会爆耳屎的。终于来了，我啊，对啊，请加鸟，请。能，能不啊嘛？三、四，不啊啦，我们要给你啊。不啊不啊不，这两天。不讲卖就是卖啦，这五。没。来，2包装起，1包里啊三啊，15.25，225。刚才有没有买？好吃。没有。你们那个地方要吃这个东西哦，贵3。气死我！1包没有300块，我怀疑吃袂掉了。
两包做卖的哦，唔通惊着哦，唔免两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七百，三百够少啊，对不对？只两三十五个人个，一百块。是两包两包，它比鸡肉、比羊肉更嫩、更好吃。我都讲唔对了哦，对啊，你也吃鸵鸟，对不对？更好吃。哦，你又吃鸵鸟。来，鸵鸟肉两百块，而且不可能这么便宜，不可能。一包真正卖两百块哦，哦，啊，我两包都卖你四啊，我看卖你两包。来一张，我买一张钱。鸵鸟肉来三个八条。这个你回去哦，直接把肉拿起来炒。可以就一分钟。来，鸵鸟肉两包，够两包花掉不？哎，你回去不要洗了嘞，等你忙洗啊嘞。你这是浸料里来的啊，把浸的料来的啊。所以等于去洗好啊，去准备炒好，炒一炒就好了，非常好吃，很嫩。来两包，阿袂买个手香啊好，拢完哦，鸵鸟肉，啊笑皮啊，袂你一包送你一包，你对我只样鸵鸟肉两包两包对不对？来香啊，这后边都几盘。海关知道先卖。有啦哈，好啦，我先飞来，海关寄五个人给你无啊？安尼两包500公克，看清楚哦，都是肉，我无袂挂卡了，我袂你包了。来，啊，你啊挂卡哦，一公斤啊，这两包就一公斤，这个挂卡的，两包500克挂公斤，两包好啊，都200块，五个人斤。来一个。五个鸟。三个。我讲五个鸟，你是有在听无？啊，你收三个，我讲五个鸟，收五个。来先啊。你当时收三个嘞？三个，你家会发的？是的。我是讲，我得收五个尔，我惊你收过头。谁的发票啊？谁的发票？发票我知啊。哈哈哈。还有几个？是吧？我讲没有嘛，各位，先别理。哈哈哈。来，老公。哎呀，宝贝，我唔敢起身，人家我家一定搞赢的。我收完了。来，就放过我。阿蛮就讲啊，阿蛮就讲嘞，都收完了。啊来啦，五包啦，你真欢喜啦，还没七百啦，哎呦，五包两百块，抢不抢？哎，老师老姨，你出现了啊！啊，我够钱啦，你过年发生什么事情？最后一位五包，来200块，来给我。哦，好啊，啊，小哥哥，结束这个回合。来，小哥五百块来，500块来。乖哦。你要修更好，来我包我来，没完的。这修更好漂亮不？两分，两分的。今晚没两分哦，等下等下有包啦，四分啊你。等下。好，先修四分，先修四分。我不要不要这个。阿哥也是两份吗？哎对，一人先一份，一人先拿一份给他们。你也要对不对？等我一下。来，你讲一句公道的，这里在宝贝他偌济？买不到，买不到，我怎么看你偌济啦？买不到，怎么可能买不到？一只大概150左右。哦，我不骗你哦。买不到这个价钱，他的意思是说买不到这个价钱。对，绝对买不到，要那么新鲜呢？对啊。没，不是给你小得啦呢？对，那一盘大概1000块。每千人家一盘，啊，你还可以再一盘给我吗？台北的朋友没有买到，不然你存几杯，我袂再包来给你。我哎呀，拢好我嘞！啊，真正无啊！来，先减看一分，我来哦。我大声减一只啦，阿麦走啊！这块我剩下83啦，我剩过啊吼。你看掉啦，算蛮好。来，哎，新年快乐啊！乖，来，阿要食帝王蟹的放来。很恐怖哦。来，一人几分啊？都卖光了。没300。超好吃的，你回去等一下在车上就可以吃了，解冻就可以马上吃了。来，能包吗？200块来，地方先锋会包。来，三斤一斤三十了，来五斤六斤七斤了，上来了。只要这免煮呢，只要你当吃哈，啊你要煮来当煮煮会。五谷鸡过年就是三天小温，你们家那么少人哦、喔，你们家的人太少了。200而已哦。啊，大你没来啦？谢谢啊。拜拜
前几天啊，八道要当钱掏出几啊斤来吃，来六斤，来八斤，不过有人送我一百来十斤，来十二斤。这暗时啊，因为在北部吼，靠演唱会人看，在阮南部拢无啦。这啊，给演唱会可以当公车加油放，荧光放映。有了八道要当掏几钱，更清楚，不能留言聊天。我不知道电视能不能留言聊天呢、欸？多好啦，十二 G 啦，安怎？因为电视，电视怎么输入？电视怎么输入啊？电视好像可以看留言，但是好像没办法输入。十二 G 拢我哩来，两百，安怎配着没？既然谢峰会放，我记得上次有人跟我说，电，电视，可以设定，显示显示留言。你可以叫我阿来啦，谢谢你哦，好的。我看你明仔载去走一撮，你先我来。来，你吃恁阿来开五百。那你今天跟我叫？有，卖你个五，这个五。完了没？大包？没有，大包。小包嘛，全部外出。来，要吃的来三百，好的。龙鳕鱼要三百，这纯只小鸟。不好，龙鳕鱼来三百，三百，三百没人去吃啊。三百没恁打，来七点过你来三百用真的用嘴巴又没。早上海龙我没卖，我怎么直播啊？哇，好，三，浴室休息，浴室休息。外公进能三千，海龙王没有地方平，没有地方买货。啊，这里可以哦。对，来个三级队啊，来，三百块左右，来进能三三。跟你们讲一下，明天早上也没有直播哦，明天早上也没有。你们明天早上不要跑到乌日去哦，明天早上不要跑到乌日去。哇，给你哦。今天跟明天他们都休息，因为鱼市是关的，没有地方批货。哎，伊刚刚休息啊，我唔知啊，你搞你应啊。来啦，我要吃蒲烧鳗鱼，全部拢好。现在有人听到的哈，明天没有，明天乌日没有。这两班，哦，不要跑到现场去哦。这两班的。来，要吃蒲烧鳗鱼，不用介绍了。外面一只就是349块，来两家的1000块，八家1000。因为他本来想要谈，结果于是通知说，2月20号、21号休息。六只1000块多，蒲烧鳗。俊贤你好，俊贤你好。1000块来，今年啊，全部贵的人给啊，蒲烧鳗来，这六只会吗？来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什么物件好食？番茄。蒲烧鳗啊，蒲烧鳗包啊。爱食人讲好食，别爱人，别爱食人讲歹食啦。我唔知咩来解说。来四只，来五只，来四只多，你来1000块，你都袂晓食蒲烧鳗哦。欸，一只不到200，外面卖你一只300多，来1000块，那个对啊，下礼拜我就正常，下礼拜开始我就正常了。1000块，这礼拜先让我轻松，轻轻松松开。有去卖或者放过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这礼拜我很轻松。1000块弄完啊！好，来谢谢，我并不然想我恭维。来阿爸碗，帮我发解阿爸碗。来，阿个吃蒜泥头多呀。今麦咧分阿伯碗，什么啊？福气碗哦，福气碗起来。再来福气碗一包600，你买一包吃，好吃好嘛。来阿伯碗哦。再来再包啊。最美鱼啊。没有大包，只有小包。来阿伯碗。上面关掉，先给完哦，阿伯碗。阿爸晚上咩？对，郭志荣，谢谢你哦。海王子是2月24号，2月24号，礼拜三和美海龙王开工哦。因为恁这时间，我今天出差就卖啊。哦，今天很早就要卖了。来，这样买就200块来，掏得来。一只掏70块啊，再六只400块啊，来200块用吹，用吹，等于无啥物拼搏。哦，这是所谓掏的就是鳕鱼的下巴之类吧？哦，就是它的下巴，一只鳕鱼只有一块下巴哦，所以七点八今天都有来两百块钱掏结尾来，来七点五号的，来两百的，小姐你喜欢什么？跟我讲。这个就是红豆说的鳕鱼头刀。大哥啦，大哥要鳕鱼啦。我就卖完了咩？鳕鱼头刀，来来来。礼拜二他们有在家出日卖啦，那是临时的。阿强，阿弟弟，弟弟一个人，你还他吃？两位三
对对，我等下我收钱，你卖讲。你用真的敢会使？真的会使啊。啊，几万只啊？两百两。还几个？几个啊？三个。来，搁一个都。啊，来。好，安尼刷过啊。来一个。没有了。